从这个地铁出来啊，是个农贸市场，全都是卖东西的。这是，哎，这门像金的似的，但是估计不能是金的。这条街还很长啊，这边那个教堂在哪啊？教堂在那边，我现在应该往那边去，我先往那边走，然后再回来。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完全已经迷失了啊！这面还是很不错的，有点像巴黎。